2018年，全面毁灭年。棒棒棒棒，一直叠棒棒棒。熊熊出没，天天听臭屁。美丽的不会走，他把的走，别给我游戏。欢迎收看靠北国旗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。今天4月17号，大盘起69点。咱伫顶个月有讲啊吼，10973啊吼，咱迄个有带入公式啊吼，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点 4ac 对吧吼，算出来是10973啊吼。啊，今仔有来啊对吧吼？啊，毋过今仔收盘无收伫10973吼，所以代表一件代志，后壁阁会起。吼、哦，后壁阁会起，今仔盘中突破11000啦吼，啊来伊后壁阁有观点吼，所以免烦恼吼，阁会使买吼。好，啊咱来先来看最近的重点就是一个啦吼，鸿海啦吼。吼，郭董讲要选总统，恁家人家起笑，前几工来讲哦，这唔通约哦，你阁买哦，真牛吼、哦。好，你后壁吼，你看起价安尼啊啦，连线起个连线出量吼，稳定放量有无吼？量能逐步放大，你讲啊稳啊，对无吼？白痴！我甲你讲，今仔就是观点，要信无？你唔信吗？选总统吼、哦，选总统会拄到一个问题吼、哦，什么问题吼、哦？大家正客拢有问题，选总统啊，那个两岸关系啊，对无？两岸关系就讲到啥物物件？九二共识。你知无？会讲到九二共识啊？问你郭台铭要回答，郭董你怎么回答？大部分的人就是回避啦，你搁要一中各表嘛？表啥小鸡掰啦？什么两九二共识？什么一中各表？表什么我个咱唔知吼。所以呢，只要讲到九二共识，就会回避，你知无？对，闪开啦吼。所以今仔起价90几就下落来，吼，就正常诶。因为只要到92吼，我就回避，我不谈九二共识。大家拢安尼啊，大家正客拢安尼啊，对无吼？啊，什么的一中各表表的什么？两岸关系跟咱屁事啦，要拍就紧来拍，对无？啊，讲的也无效啊，逐天阿公啊，飞机驶过也无要进啊，无效啊，对无？啊，逐天一中各表，即马有啥物一中各表无啦？即马是一动各表啦，即马毋是黑洞吗？一个黑洞吼，即马讲近近那啥物天文学家霍金啊，吼、哦、Stephen Hawking 啊，啊咪讲在研究黑洞吗？即马证实啊，对无？即马证实讲真的有拍到黑洞啊，观测到了啊。秀米就出来，还、啊、跟我们什么研究报告啊？啊，一个黑洞各自表述啊，你要怎么讲都可以啊，对不？不是一中各表，是一动各表，一个黑洞，你要这样讲也可以，你要这样讲也可以，因为已经证实有黑洞啦、啊，所以没有一中各表，是一动各表。那那边九二共识，九零年鸡巴啦，干你娘少年人，出晓得什么九二共识你啦，靠背啦，干，讲那个无效啦吼。好，来等来看。啊！你讲了郭董要选总统吼，拜托者，你若真正要选总统，你就坚持到底啦，无咧迄落个啦，莫讲画画头前画画吼，啊后壁佫讲无要选啦，那画画后壁讲无要选，这就是炒股票吼、哦，拜托者，迄落故意上，你就甲你来哈，吼、哦，你就甲聊走哈，这些创啊笑的吼，看好吼，看好吼、哦，我就安尼讲了好啊，这是股票，嘿嘿嘿嘿嘿，玉的吼，你也没有在死啊，真诶啦吼、哦，你想看卖？一个讲话无算话的人出来选总统会调吗？迄落讲，迄落伊个啥物啊？即马政客就要有诚信啊！啊毋是讲啥物那个股价没有涨到200块不退休嘛？啊，所以意思是讲，你即马要选总统，你要退休进前，你要辞职进前，你要先甲伊讲两巴吗？观众朋友，你头壳是伊个尻川咧想，较有可能，较有可能要选总统，所以到明年。明年什么总统大选之前，他可以拉到200吗？你相信吗？啊，有可能啦，就是一直甲减资啦，对不吼？一直减资够有可能啦吼。啊，你想看够可能无可能啊吼？哦，啊，伊这来，我想了一个概念股啊，你安怎？哦，啊，毋过咱大家讲吼，伊要选总统啦，啊讲哦，讲啥啦咧？讲咧什么是妈祖甲托梦啊？哦，妈祖跟我讲说，我一定要出来啊！靠北，你哪讲妈祖讲的？靠北，到底是要你要选总统，还是妈祖要选总统？你讲我好无？你要选，你就家己表态就好啊！就我就是要选，恁家拢无架势，你安怎？即马目前看诶，台面上有架势诶，上赖清德甲王金平尔啦吼，其他诶无啦。王金平就讲，我恁爸就是要选，
对不？啊，罗千年讲，恁爸就是要选安尼，啊，你其他的人韩国也唔敢表态啊，对不？惊讲了吼，啊，恁遐市长你无要做，佮要选总统啥潲的，啊，其他的拢无要讲啊，啊，朱立伦嘛唔敢啊，对不？啊，郭台铭佮讲，啊，那是妈祖跟妈祖讲的，干你啊，那妈祖讲的，安尼。白人嘛再出来选总统啊，白人去更叫的呢，妈祖上来更的，白人更的嘛，对不？哎，白人也可以出来选总统了。吼、哦，啊，恭喜在呐，人家要我算呐吼，白人跟郭台铭，我选白人啊，安尼会使不？恁爸人家瞪我白人，恁爸才不爱瞪郭台铭，笑爱瞪郭台铭，干你娘罗岗哟，早早个无甲插你呐。啊来五一劳动节啊，恁娘无甲这资方干我崩，人家袂爽啊，你叫这，唉。咱台湾啊，够可怜的啦吼！伊啰进行一个马英九吼，马英九是啥物？卖台湾的吼，卖台吼，卖台湾的，卖台湾吼。啊来一个啥物？蔡英文卖老公啦，吼，一个卖台湾，一个卖老公。啊，即马搁换郭台铭是啥？你知卖啥？卖你的肝啦！咱就变成卖肝，你安奈吼？来就无肝吼。啊来真正郭台铭屌啊吼！啊，来讲2024吼，哇，啥物物件？2024吼，搁选一个愈夭壽的总统啦，出来卖药剂啦，你知无？先甲你卖台湾，了甲你卖劳工，劳工卖了卖你的肝，啊来2024就卖药剂啊啦，干你娘你规身躯拢在卖啦，所以2024你就要先提前卡位吼，迄落药剂概念股啦，先买起来扛啊吼，哎有机会啦吼，对无？就是安尼啊，干你娘嘞，政客讲个啥潲无效啦，你选总统这也再摕来炒炒股票，干你娘个伤咸。我就讲你干你娘，干你伤咸，哇、哦！啊，台是高潮啊吼，有点高潮。这那是教育的讲吼，底部啦吼，看下袂，看下真顺眼，那真的是真的好像是底部呢。啊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外资卖了，听好，我跟你讲，外资卖了400万几张，伊卖400万几张，伊才无一直，伊才无先食抹起哩嘛，无可能啊！你知影无？伊个慢慢仔捡，慢慢仔捡，靠！我咧一干人咧捡哩，无可能。干你娘叫开咧创啥事哦？欸，啊来去讲吼，伊个要选总统，伊个迄条啥物股票毋是爱信托吗？啊！既然要信托，啊，我现在拉起来我不跑吗？你知无？那真正要选，啊，就新北吗？啊，佮讲啊，真正要选总统，啊，鸿海毋知换人，鸿海要换一个档啊。换了一个懂的，你觉得会比郭台铭还要好吗？你这样觉得你他还上去还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啊，因为郭台铭换人啊，谁可以比郭台铭更好呢？对不？哦，啊啦，真正屌啊吼！伊也真算屌，然后该讲啊，老百姓啊，你就较细腻的啦吼。伊一个蔡英文给你砍七天假啦，啊，你想想看，他可以砍七天假，啊，郭台铭可以砍几天假？你以后要放假先来验尿啦。哎、欸，我们来验一下你的尿有没有很黄。哦，验一下你的尿有没有黄，没有黄别谈。你有没有想要放假、啊？你知道无？吼、哦，啊想要放假啦，所以你就爱买迄条饮料来啉，吼、哦，加啉寡苹果西打，吼、哦。欸，我讲到这边啊，苹果西打多喝一点哦，大饮，吼、哦，大饮，吼、哦，太什么大西洋什么饮料公司，哦，苹果西打，吼、哦，你加啉寡，我就不要你苹果西打真正加啉寡，因为以后你可能啉袂到啊。这不是公生球，你自己 Google 一下那个苹果西打吼，可能要消失了啦，要卖了，所以吼拜托一下，那出来吼买一罐啊，干一罐啊，等下喝看看啊，喝看好喝一下吼，啊以后你不一定喝得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这样啦吼，啊，其他的个股还要说吗？啊最近上红的，这既然来说鸿海啊，说的其他的无效啊，你说的最近的什么啊，那个上啊，哦，阿托贝就笑起来啊，笑起来吼，今天也无驾驶啊，要算。IG 看的像正正啊，正正啊，伊嘛是咧抽佣啊，哎，讲实在嘛是咧抽佣。你真正要选，你就是连署，你卖搞，你就卖搞你什么国民党落去选，你卖到无党籍，你无党的，真正人投你。啊，唔是你若变国民党落去投，干你娘！我你讲票走足济啦。哎呦，你国民党落去选掉了，你嘛是咧抽佣啊，你知无？搞到后面还不是一样要政治抽佣啊？抽佣怎样啊？就放国民党的一些高官啊，赶快啦，坑国民党的高官，坑底下的什么国防部长，你看近几节超过100分，对不？啊，什么交通部的啦，交通部长啦吼，啊来什么台铁局长，你看在创啊小木杰普用马不加呢？你有印象无？民进党哪在捅啊？民进党在抽佣啊？啊，怎么换成国民党不是一样也要抽佣嘛？如果当选了要放他自己的人啊，
你知无？啊，事实上，郭台铭就是咧抽佣啊，他没有抽佣啊。你会记进前台中市长是啥？吴志强啊，吴志强这个人啊，你台中市有啥物建，有做出啥物建设吗？你莫讲讲迄啥物歌剧院，还是迄啥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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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歌小，我唔知啦吼。这个人嘛，讲话无算话啦，吴志强真正讲话无算话啦。进前因迄啥物落来做选，啊来啥物伫台南发生车祸，少小林遐嘛巧会用倒叶克膜，救甲救倒来，佮讲爱保庇保庇伊个少小林无代志吼，那伊个少小林有救倒来吼，伊讲伊要退出政坛，伊安尼讲啊，退出政坛呐、啊，我就不选啊，结果咧。结果咧，这样讲话无算话嘛是出来选，佮选台中市长，你敢会见笑？人家见笑死啊！啊来咧，即摆吼，你看吴志强啊，哦，咱吴志强啊了，安那无选啦，对无吼？啊来走一队，你知无？对无？人了吼，摕落来吼，无做市长，伊走一队。啊，着鸿海啊，鸿海不是说要帮他找个位置，让他在鸿海里面做吗？啊，这不是在抽佣吗？啊！即马鸿海当然不是在个抽佣吗？哦，你想看下哦，哦，你看哦，吴志强无做市长啊，讲去鸿海遐斗三工，啊，这是在抽佣啊。假设鸿海什么郭台铭当选了之后，会不会再请他来当某个部长，所以某个内阁在抽佣？你知影意思啊无？所以袂当投伊了啦，袂当投郭台铭啊，应该讲唔是讲袂当投，你袂你就无动出来算。你就无党籍，你就袂欠人人情，啊无你到时你嘛是伫遐抽佣，啊嘛无效。你们咧抽佣来抽佣去有啥屁用？台湾的进步嘛，你也人家讲咩？台湾进步干你娘，靠大！你就出来，你就连署，你无动出来算，你别帮你连署啦，连署啦、啊，连署出来选总统啊！不要那那党什么提名啥消息，让佮讨骂呀啦！知影无？妈咧啦吼，好啦吼。即讲啊，即真正着规人趴火啦吼，无多啦吼，劳工真正都可怜嘞。咱劳工去欺负甲遮忝啊，你阁要选一个欺负劳工的人出来做总统？恁是咧想啥？啊，讲啥物？唉，你家想看卖啊？富士康啊，死十三个人啊！富士康死十三个人啊，大家有记得无啊？大家记得无？印象无啦？死十三个人啊，十三条人命啦！啊，做一个大头家，啊，无伊个代志啊，家己要跳的啊，家己无关系吗？这管理没有问题吗？你管理就是问题啊！啊，无哪有人十三人去跳自杀？吼、哦，十三条人命，你记的这个人郭台铭，吼、哦，十三条人命，人会甲你讨无？你选什么总统？啊，要选？你有一个表态，你有啥物讲啥物妈祖甲你讲的，干你啊！你讲干话，这台湾人就是安尼啦，真正哦，政治哦，干你娘讲个政治鬼人趴火啦吼，好啦吼，啊来就是安尼哦，你个鸿海你就试看卖啊吼，你好干你甲买看卖吼，好啦，安尼就靠别个只吼，感谢大家收看。